婆，爸爸，我是老婆吗？你为什么哭啊？说，我没有老婆。没有老婆你就哭啦？你要什么？不是老婆。你有老婆啊？哦，那你现在没有老婆怎么办呢？哦，好可怜啊！我有一个老婆，这是我找的。哦，谁能给你找到啊？你们可以当我的老婆吗？哦，带你的老婆来。你可以当我的老婆吗？哦，妈妈已经是爸爸的老婆了。不是，那你知道是谁？那我有谁是老婆？那你有谁当老婆呢？阿姨。阿姨也不是别人的老婆了，已经。笑死！怎么办呢？可怜呀、啊！我没有老婆了。你没有老婆。可以给我找到一个老婆吗，小姐们？可以吗？你们当我的老婆好吗？哦，好。那爸爸怎么办呢？还有阿公呢。他有阿公啊，阿公他是他的老丈人。老丈人的啊，老丈人。好，情绪还好一点了，可以讲故事了。你可以，那我们可以再跟我的老婆吗，小姐们？哦，要一个老婆是不是？我要一个老婆，我从来也没有老婆呀、啊，从来没有老婆啊，哦，好可怜、啊。